一个人在腹中吃精品越式早餐能有多快乐。喜欢原汁原味，油香气很重。这个套餐我觉得最值钱的就是它了，这阳光特别好，这一条街都很有苏式的风情。白墙青瓦。 Hello， 这里是辣辣油，今天咱们在苏州吃一家越式早茶，好像偏中高端一点的688套餐。看了一下，有焗波龙呀，总体的菜式还算合理。这老规矩，是来化个妆。哎呀，你好乖呀，小白，你好乖乖。哦，两个好朋友。出了个公主头，这个妆是温柔系的。去吃饭。那因为我看网友的评论，他们在上海是米其林餐厅的。你好，我预约了一位。你坐这吧。688那个套餐是一位分量对吧？688两位，都是每样上一道是不是？不是，一人一份分食。你要一个688的套餐，再单点两道，选一种茶水或者饮料，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一杯可乐，来一杯美年达。好，谢谢。上菜了。好香啊，增辣海蜇皮、叉烧和脆皮烧肉，看着就不错，切得像花似的，清脆爽口，醋调会比较明显一点，香油味也比较浓郁。黄瓜真的太脆了，清新。要用的水果店卖的小黄瓜，一道很开胃的凉菜，脆韧和清脆的结合。蛮厚切的，瘦肉偏多。瘦肉是软弹口的，蜜汁甜咸交织，一入嘴它是松松软软的口感。脆皮烧肉，脂肪区、瘦肉区层次鲜明，一口下去脂肪爆裂。只配了芥末，没有配白糖，满口的猪油浓香，彻底让我开了胃，食欲大开。松露饺、虾饺挺小巧的，皮好薄，粘纸，所以说有了蒸点点才会在下面垫一个胡萝卜，会解决它粘粘的问题。整个虾饺吃起来油香气足，虾仁 Q 感，小小玲珑般的好吃，不会给你特别充盈的满足感。松露饺各种蘑菇汇集在一个包体里，野菌的鲜香融合着黑松露的浓香，几乎是吃不出皮感觉的，全是料。精选炖汤，竹荪各种菇熬制的，汤很清澈，不加一点油心花。好，好嘞，谢谢。汤瞬间移位，这个套餐我觉得最值钱的就是它了，蒜蓉蒸出来的。你们如果爱吃避风塘的，就选那种做法。紧弹鲜甜，不绵不散，细浓，有点韧性。筷子一踢就下来了。波龙肉本身的鲜甜感，钳子肉因为很大，吃起来满足感强很多。套餐粤菜很多，蒸点就意思意思。蒜蓉的油香气也很足，清甜软，后调不会反蒜的那种苦涩感，细细滑滑的粉丝上裹覆着蒜泥，鲜香滑润，味美。这个部位的肉不好剔除，与它软脆的壳牵连在一块儿，能吃个大概。粉丝给的也好多呢，赶紧多吃点。脆口感，一般上锅蒸的粉丝都是这口感，或者蒜蓉一起吃可香了。芥蓝炒牛肉，还有一份蛋白炒饭。牛肉片好滑呀，豉油豪黄汁的感觉，表层挂了一些水淀粉，滑口，盐度会偏高一些，适合配饭来吃。来口牛肉，来口饭，炒得干干焦焦的，不油腻，都是蛋白炒的，
主食的量挺多的，饭炒的口味很淡，又要配一下饭菜来吃。来，我自己来。快乐肥宅水，我单点一些菜，便是真点系列。再来一份虾饺吧，脆皮虾肠粉来一份，烧汁牛肉塔，很多好评。陈皮炸排骨，虫草花荷叶蒸鸡，好了，可以了，谢谢。我整个套餐，肉锅炉让我有经验感，吃得更爽一些。烧鹅脆皮烧肉虽然更好吃，但给的量太少了，总感觉不是很满足。我们可是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吧，说不定能喝完呢。杨枝甘露，浓稠的芒果红油西米，冰冰凉凉。稍许偏甜一点，咬到它的颗粒会回味一点点，稍许的涩感来去中和它过于甜腻的杨枝甘露。这里特别适合家庭聚餐。好，谢谢。陈皮骨炸出来的，包裹的面糊里掺杂着陈皮果肉，肉体嫩实，块头也很大，不错，脆骨也比较好咬碎。老妈的肉虽然偏油腻了一些，会嚼到陈皮的清香味。油脂和瘦肉可以在浅配旁边半颗柠檬，防止吃不了太肥腻的朋友稍许挤一点解腻。外壳蓬松酥脆的，但你浅浅的咬开它脆脆的外壳，内里是有一点黏糯的水淀粉，很好吃，我说干干净净的。整盘肉如果不是一根骨，就是里边夹着一根的脆骨，炸过永远跟肥宅水是最搭的。吃这么腻，喝一口汤，瞬间感觉提神醒脑，有一种莫名的爽感。虾饺原来一笼就三个，太喜欢虾这种 Q 弹的口感了。吃饺子从不蘸醋，喜欢原汁原味，油香气很重，内里甚至一点的油水感。鲜虾肠粉其实是把红米肠的外壳变成了白色的肠衣皮，但内容和红米肠是一毛一样的，包着脆米虾仁，脆米好酥啊，像是把金沙网包裹着虾球入锅去油炸，整个虾与金沙网都融为一体了。脆米是它的点睛之笔，虫草花、香菇会滑稽，荷叶蒸出来的，味道比较浓一些，盐度高，饱和到已经在临界值了，再多一分的盐就很咸了。质比味道优秀，这一道就造型比较好看一些，红草花、香菇滋养滋补，还红枣呢。有一些食补性的料，没吃到啥荷叶的清香味，被浓郁咸口的酱汁给掩盖住了。这么滑口的鸡还是适合味道淡一点的，更能凸显它的鲜美。牛肉塔是他们的 top one 菜品，内里是黑胡椒，牛肉粒会洋葱，难怪叫烧汁。反正我上一道菜太咸了，所以吃这一道没有极大的愉悦感。掀起你的头盖骨，牛肉粒挺嫩气的，偏软嫩口。味型给我的感受就还好，感觉这味道经常吃，反倒没有突出特别之处。一线哈，有点咱们日常吃的酱牛排。好了，那今天的粤式早茶就吃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收藏哦。啊，那个拜拜。